我去，他连俩钢镚你都不放过呀！最高指示，为了革命事业和建设的需要，收集每个铜板。哎，你身上衣服还没检查呢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有吗？你就一门心思，哎，把我这工资啊、存款，最后我全改了到你兜里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不对吗？ 你知道钱在我这倒腾一下能下多少子儿？甭跟我谈这生意经，烦。闲人得小情没理你，什么叫你犯贱？调这么一鬼地方，你不烦呀？是，一乱你跑了，我呢，我国家干部我跑，我饭碗就砸了。瞧你那魂不守舍那样，回北京的正路方了，为什么不想法子抄抄小路？哪有小路？ 农场医务室的主任跟你爸是老战友吧？给你开张个人证明，不就可以因病调回北京了吗？哎，真的？此棒槌，现成的关系不知道用。我给你留着呢。想什么呢？不可能。 啊，那我得有什么病我才能回北京啊？你什么病也得专区医院给你出鉴定。除非啊，你是残了，啊，要不就疯了。我怎么才能疯啊？哼，你现在就快疯了啊！哎，别合计了，赶快，厂部来电话让咱们接受新任呢。去去去去，快点啊！正好要去找厂领导呢，走走走。当前的工作需要。 你们两个被编入劳改农场管理干部行列。哎，别介，我可早就应该回北京了，怎么还给我编入这个劳改队伍里边啊？这不缺人手吗？你们的手续上面因为批下来，先干着吧啊！陈文良同志啊，哎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没有，还是我在老行当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 你们俩明天就去上班。好，得嘞，谢谢组织安排了。哎，马老师没完。 是我不小心把它弄响了。啊！你接着睡吧。啊啊！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晚了呢。行，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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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睡。马老师现在不上课了，是不是感觉很失落啊？嗨，本来就是一个废人。 干什么呀你？别闹，赶紧上床睡觉去。哎，跟你睡。不敢造次，我这人意志力薄弱，怕我犯错误。我又没传染病，怕什么？我怕毁了你的贞洁。我愿意。我害怕。 怕什么？不是，小童老师，咱婚前有过协议，不动真格的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不定哪天我就会被踢出北京。今后咱俩能不能见面啊？难说。
既然夫妻一场，我就应该把我的身体献给我的丈夫，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。别！你是道德了，我不地道了啊！你是个好女孩，留个干净身子呀，早晚一天你能找着那个字。等你找着以后啊，你们俩爱干嘛干嘛，我不管啊！马老师骂我呢？不是我这怎么叫骂你呢？这些日子我明白了，出书立传不是我的一切，在小院子里过的这些日子，倒让我明白了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以前都怪我太自私了，没有真正替你着想过，所以请允许我补偿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这心里更难受。我给你打个比方吧，啊，就是说啊，两只鸟，它为了躲避风雨呢，它跑到一个屋檐下面去了，是不是？它们在这一个屋檐下面啊，那已经是种安慰了。它不能借着这个事儿，它担保窝呀，是不是？马老师也会说脏话，话糙理短。那你平心而论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夫妻啊？永不消失的电波里面那地下党夫妻就这样。那人家后来都成真的了。那是后来。我不管，我又不是地下党。今天晚上，你一定要和我过夫妻生活。哥，我有病。哎，你也别过来啊！你松手，把手松开。不是，你小点声啊！我看妈在那边睡着了，这事儿一直瞒着她呢，这事儿不能让她知道，听见没有？啊！小丽这份心意，小童老师，您就痛痛快快的收了吧。他没这份福分，就落份情分呗。小丽比方的不错，您就当是避风避雨，雨过天晴以后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好吧？哎呦，背不住，吵着您了吧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彼此彼此。谢着。不惜出卖一切的就嫁给一个残废人呐，啊，你不是就想把户口留在北京吗？你别做梦了，首都啊不是牛鬼蛇神的避难所，负隅顽抗啊一律遣送到大西北去。你想说什么直接点吧。手稿呢？交出来。烧了。哎呀，谁信你的鬼话呀。哎，你这臭娘们上我们这院干嘛来了？叫板来了？哎呦！干嘛呀？带一破红锅，就可以无法无天呢？啊？那胡同口小铺里有的是卖的，便宜着呢，2.5毛一个，一沓黄表纸钱，跟我这显摆什么呀？啊？看我们这院老的、女的、残的，好欺负？错！不信咱们拼拼看，到死咬掉你们一块肉，信不信？啊你！你看你们家的大字报，糊得比城墙还厚，那什么呀？报应！那你就得夹着尾巴做人，是不是？好好伺候爷们儿，你还到处找寻别人，你不怕下地狱？哎，你给我住口！
你以为你戴一个绿帽子，我就不怕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5天之内把手稿给我交过来，否则的话，遣送大西北。你别以为我怕你啊，我告诉你。放心啊，手稿就跟《红灯记》里的那个密电码一样，保险着呢。校长下辈子他都跑不出来。问题呢是俩老太太掐起来啊，那是罐里的蛐蛐，他掐死架没治啊。你说，校长也就让你妈那么一治才能现出真形，平时除了在单位或者家里都是一个表情。那深沉的一塌糊涂，愣把自个儿当革命导师。不是，咱就不开他批判会了啊！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我随时都想，可老爷子现在这处境，我怎么回去？他是真没想到今天突然落到这地步，完全懵了。哎呀，看着我都心疼。姑娘，饭好了。哟，这收拾行李，嘛去啊？人家不是就给5天时间吗？我看不用了，我明天就去找他，早处理早了结。不就是去趟大西北吗？死不了人。哎呦，你干嘛非得往人枪口上撞呢？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你跟妈说实话。妈，咱们的日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不想再让你为了我老受前院那个恶婆子的骚扰。你骂我天生好热闹，不怕骚扰。哈，这多现成啊，省得我满大街找乐子去。再者说了，这院子来人多了啊，说不定把风水踩顺了呢。你妈爱热闹，你甭怕啊。走，咱妈上外头吃饭去。你走，快点快点。爸，哎，大饭点的坐这儿干嘛啊？我这等着你呢，快坐着，妈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慢着，怎么了？儿子，说是给儿子娶房媳妇儿，其实呢，是给咱这倒糟的家呀，雇了一个挣钱的保姆。这会儿扯这干嘛呀？儿子，要是没缘呐，甭耽误人家孩子，你说呢？我觉着也是，不，你说我这会儿要跟他说离婚的话，他，你说咱们跟仇家隔道墙，他能放过小童吗？小童现在就想自投罗网去，你说再这么耽误下去，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。这孩子他脾气倔，你知道吧？这指不定以后干出什么吓人的事儿。事不宜迟，你赶紧上乡去找你表姑父商量商量。那小童安置下，先躲过这一劫。这节骨眼上啊，咱也报答报答人家孩子。哎，儿子，这钱呢？是小童每月给我的工资，你给他安置下来，把这钱给他，那边挣不着钱，这就是他的生活费。哎，行，就这么着。哎。马老师，你吓我一跳！你吓我一跳！哎，再跟我聊聊日子。行，什么日子？我跟你说啊，那我呀、要连夜把小童老师送到乡下避避风啊。我走的时候，这个偏院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可得帮我使把手。放心吧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好走啊！哎哎哎。哎，你可以撤岗了。啊，五爷，对我的行踪一定要保密啊，特别是你那个继母。放心吧，他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哎呀，还是小心点吧。哎，被人收买了，
上贼船了。他不上贼船那才怪了。哎，对，农场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？那个代理厂长，听人还是不错。他就是不敢担责任。那对我科研所什么态度呢？我说不清楚。啊？这样啊，这是第一包。是这样吗，老大？哎，是这样啊。你看他干啥呀？我说这事咋办啊？咋办？走一步看一步。哎，这秦子就是傻，非要等什么五月回来。我早说了，五月呀，树大招风，看人臭的。臭的不招风，招人嫌。好，哎，进来了，对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拿起来之后呢，把它转圆了。哎呀！这得要多大的劲儿啊！哎呀，咱们得好好练啊！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。哎呦！哎呦对呀，刚才盯谁呢？那么用心。盯你呢，你没看出来？少来，告诉你啊，我回北京的日子快了，你自己的事抓紧了。什么你就快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你们那些批文还在厂部那抽屉里睡大觉呢。早告诉过你，我不在乎那些。那我闲着呆呆也无妨，可又叫我进那什么副业队干活，我熬个什么劲？什么批文档案，都他妈滚蛋！得，姑奶奶，您现在是不管不顾是吧？还是操心你自己吧啊！我等单位安排呗。少来，叫你装病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我不想办法呢吗？赶紧，再不抓紧，我就自己颠儿了。你小心落个人财两空。老陈，你说一个正常人，怎么才能够疯呢？疯？那太容易了，给他最好的希望。让他把这希望放在心里边，都暖和了，舒服死了，都美极了。然后，在他希望实现的最后一分钟，突然给他掐死，一个疯子就产生了。这太残忍了。废话，不残忍能出疯子吗？就没点什么别的？别的。哎，不是你要疯吧？我疯什么呀？我是帮别人问的啊，帮别人。那你就告诉他，疯子什么样都有，我就见过这样的，吃狗屎用舌头给人家擦皮鞋，啊，就没点什么体面点的这，疯子还有体面的吗？我还见过疯子在粪坑里洗澡呢，咔喳喳搓泥儿。别跟我打哑谜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现在觉得都快成疯子了。我现在，我看也差不多。哎呦。邵大夫。邵叔，我这杯酒替我们家老爷子敬你啊。你妈还那样？还那样。你说一个拿手当脚的人，他那世界呀，就是屋里那一张床了。现在我就想我妈这一天天的，她这在那儿没人照顾，这扛着，我这
我这心就是一天天的揪着。我现在一想我妈，我跟您说叔，我都觉得我都快疯了，是不是？你别哭，别哭，有事儿跟叔说。嗯。我说臭子，你可得看准人。这两位，你到底想带谁回去啊？还两个。小琴现在根本就不理我。这京豆就是一个不好打发的人。说的也是，我感觉啊，京豆啊太精，你根本管不住他。嗯。小琴呢，虽说梗了点儿，是匹烈马，但是你要把他降住了，绝对是一等一的好媳妇。是。别犯糊涂，再掂量掂量。嗨，你还算爷们吗？你看把你难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俩人对你的态度什么样，就可以做出选择。你看来出的真有道理。是，哥哥，这事儿你还真得给我出出主意。没问题，咱哥俩谁赢谁啊？哎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听说厂部的小卖部来了两坛子上好的烧刀，哥哥我就好这两口。得，哎，给你买二两去。哎，别二两啊！哎呦，行啊，哎，不好意思。谢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能让小琴跟臭子回北京？你不也是这意思吗？是啊。你说这琴子他就是傻，非要等什么五月回来，等来等不来的。我看两个人呢以后没什么好日子过。臭子虽然一般了点儿，但是能图个安稳日子。对呀、啊。小琴啊，没受过我这罪，不知道这安稳对女人来说有多重要。真是菩萨心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撮合臭子和小琴。报名完毕。好。原地蹲下！蹲下！原地不动，你们保持警惕，我看看情况去啊。是。同志抓捕越境逃犯，遭了暗算。啊？上哪儿了？怎么没见血呀？要是见血就好了，脑袋上挨了一闷棍，弄不好人恐怕就得傻。啊？
走吧。臭子，臭子。臭子现在怎么样？那就是没事了。哎呀，你别总是摇头行不行？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？龚一鸣同志在同逃犯的搏斗中不幸挂了，疯了。疯了？医生说这是脑震荡形成的精神失常。现在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能治好龚一鸣同志的病。唉，最主要的是得有人能让他吃下去饭。他今天已经扔了不下十个碗了，再这样下去是会出人命的。新的又完了。等等，让我试试。秦子，放开。公平了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人一傻你就变脸，老实交代，你为什么这么卑鄙？好吧，我交代。小琴，我这玩笑开大了。什么玩笑？别人不清楚，你应该明白。我不明白。我跟臭子好是为了跟你怄气。你少胡扯啊，我爹爸他说过他跟臭子好就是为找靠山。我也听过，你们爱咋说就咋说吧。其实如果不发生这个事儿，我也打算跟臭子分手，把他还给小琴。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现在出了这个事儿，就算背个骂名也得分手。为什么？
我们得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。就你这还叫人道主义精神？听我说嘛，我跟臭子的关系并不慈善，从感情上衡量，还不如小琴的十分之一。这个状态担当不了救治奉命的责任，解救臭子还得小琴，他有把握张啊。你，金豆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闭嘴，这是我跟他的事情。马小琴，这是我对你的第二个要求，以后咱俩互不相欠。对不起，现在说这个有用吗？那怎么办？我连自己都管不住，怎么能管一疯子？那你觉得我能管吗？你也没那责任。不对，其实咱俩都有责任。我讨厌责任。可是你不能逃避责任。我只能逃避。再给我说一句。说十句也无妨，我打小就一胡同串子，见软的捏，碰硬的躲，遇到麻烦就撒丫子，可不就这么没出息？我们家也是这么教育我的，就一胡同串子。马小琴，别难为我。那你就该难为我吗？你也可以不管呀。金豆，你还真够不要脸的。我的脸，叫人撵出天福楼的时候就掉地上摔八瓣，早没了。你走吧。咱俩两清了。我去接臭子。哎呀，你就不怕他粘上你啊？救人要紧，想不了那么多了。不是，带个金豆去啊。行了，别闹了，他跟我打过招呼了。哎，琴子。小白菜呀，小白菜呀，老爸。哎，哟，来了。别动！今天要敢把小童带走，先把我杀了，带走一活的，大咽气的。我还不信了，信不信？哎，快快快！妈妈，校长，哎呀，老太太玩命了。说说你们怎么这么窝囊啊？平常不是挺横的吗？横的怕不要命了。哟，哎，我到总部再申请几个干将来。哎，我就不信。收拾不了这疯婆子，走。哎，你们是？
总部的，让开。哟，这哪儿啊？哎，您坐着。哎，这是我们系统的招待所，咱们呢就在这儿等马老师从现场回来。哎。臭子，臭子，臭子！臭子疯了，啊！臭子疯了，金宝鼎全都是谈笑过，一损一毛，一边一角，严丝合缝，丝毫不差。可是看他有什么用？我是叫他看我一眼，看把我整成什么鬼模样。张老师，
八角楼无罪，你无错。他立眼的看，他有份儿。你干的是正行，只要挨过眼下的时辰。没错，我觉得马老师说对。用心看一看，记一记，到了乡下，慢慢从入口。哎，停停停停停一下！离婚证呢，是我托老公叔啊帮我开出来的。这老同志一辈子没替人走过后门，这也是头一回。你怎么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呢？不是，我是想在你心里边留个好印象，留时间能长一点。这也是妈的意思。老太太嫌弃我了？不，等等，老太太心疼你还心疼不过来呢。这个呢，这是。每个月交给妈的工资，一共2200多块钱，那个妈都替你攒着呢。啊，这你也拿着。啊，这些事儿也太突然了。这事儿是挺突然的。咱们这样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慢慢说，我帮你们俩捋捋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啊，去。那个，小老师啊。这乡下呀，他没那么多烦心事儿，是不是？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，踏踏实实的做你的学问，等都研究明白了，等那边情况好点了，你再回来，是不是？那个以你的才学容貌，你想找到？不说，别不说呀，关键的词儿不能省略，说。那个我。小童老师明白我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小童老师啊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只要领这份情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。那就行，走，咱们上了车，啊，来，坐稳了啊，姑父走，啊，走。这怎么办？别看了，走。我以前一直以为，凡事做得刚刚硬，那才叫男人。今儿马老师让我见识，什么才叫爷们儿。你要是真从今天这事儿里看出什么道行的话，就别老在这儿臭贫，赶紧行动。什么行动？你心里要有小琴，叫上你老爹，赶紧到星海湖去。我也想啊，问题是老爷子他不开化呀。哎，找个帮手，给他来硬的。救星造访派榜人，就不行咱救人。嗯，是这理儿。这事儿啊，还得抓紧，不然你老爸哪天让人给搞去了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去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我回去张罗。哎，赶紧。哎，对了。回星海湖头一件事，我就是向小琴表白，我向全世界宣布。得，回家你爱怎么宣布的。那我回去吧，去吧。啊，对，我得找帮手。哎，这就算是开窍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在这儿等了你很久了。家里不是有地儿吗？怎么不跟那儿等着呀？我已经跟你爸爸划清界限了，那儿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
我跟你也划清界限了，咱俩无话可谈啊！哎，我得救你，你现在很危险，已经在悬崖边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没我爸那份涵养，别自找难堪。你为什么勾结马瘸子，窝藏这个白砖分子同师弟呀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哎，这证据好找啊，问题是你自己坦白不更好吗？这样能减轻罪责。你这天天做坏事的人，你都不害怕，我怕什么呀？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希望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。我现在面对一个专找亲人下刀子的刽子手，我已经很控制了啊。我爸现在连买一包烟、一口猪头肉的钱都没有，天天被人揪斗。我在这儿能跟你说长论短的，你就知足吧。哥平时早把你掐个半死。哎呀，可是我现在说的不是你爸，是同师弟。无可奉告，人家一个专业人员，何罪之有啊？我发现他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你侄女身上，你不都追到这儿来了吗？有本事进去拿人家。哼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哼，早晚是座空庙。空庙，小周，哎，哎，坐坐，来，喝点水。见了校长了啊？真快啊！刚才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的。哎，我说，嗯，没跟他透露要转移你老爸的事吧？没有。呀。我好像还真透了一点。你说你这个，我说五月啊，你这不是扯淡吗？没事儿吧？他还能把我爸劫了？这样，嗯，你去看看啊，你老爸人在不在？要在的话，咱们提前行动。我这约个人，一会儿我就到。那我过去。我吃饭。啊？你能不骂我？回家不就能吃饭了？回家不就能喝水了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顾玉明同志是在与接替敌人的搏斗中光荣负伤的，厂部领导已经决定送他回北京治疗。马小青同志，你是这次护送他去北京治疗的最佳人选呐。我？嗯。厂长，我不是最佳人选，我现在不能走。武技术员没有回来，科研工作那不能丢啊！哎呀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照顾好龚玉明同志。哎呀，厂长，你这话可说的不妥。秦子和臭子那只是同志关系。对，我们是同志关系，要充分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嘛！啊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厂长，这件事情。您是不是已经决定了？对，决定了。好，
那我答应你，我配合你的工作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你这叫啥要求啊？瘦子因公负伤，两百斤米就打发了？就这我还是咬着牙才说出口的。你们北京啊，吃喝都凭本供应，回去多添两张嘴，那两百斤几天不就没啊？得，这事儿啊交给干娘。再过几个月呢，等天一冷，我就带人下湖破冰取鱼，弄些冻鱼，给你发回北京。弄清还不对呀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哎，对了，顺便告诉秦子啊，现在千万别回北京，凑这份热闹没意思。那是，再说了，实验室离不开他。哎呀，人呐，还得干实事。你等到都没吃的时候，就知道干实事多要紧。对，你看我竟顾自个儿下刀了，瞧我什么要紧事儿啊？您搭把手，帮我们家老爷。这事儿他不喜欢，我知道你喜欢。走走走，快走！啊，我说，怎么样？跟我下星海湖去看看？我真想去看看，可是人家不准啊。人家是什么东西啊？他是您上级吗？那我也不能跟他们示弱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？我不希望你们干出不利于老五的事情，不利于运动的事情。相声同志，我有事要跟您商量。行。在院里监视跟在门口监视一样，我就跟你聊两句，你不会怕他逃跑吧？我这是对他的政治生命负责任。真是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呀！我堂堂正正，做什么坏事了？老头一直待你不薄啊。他落难的时候，你这个做妻子的做什么呢？啊，先是溜一边划清界限。现在直接监视，把感情当儿戏这事儿咱先不说，最起码的责任你都不负，不仁不义，你这叫。还有政治问题，我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。革命不需要白眼的，你不就怕把自己连累了吗？你这种需要很自私，很卑鄙，很无耻。我再次声明一下，这是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选择。哎呀呀呀！您千万别侮辱革命者这三个字儿啊！您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了，他是不是反革命，你不清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疯子修的那一套起不了，我只有服从革命。好，人要是缺乏应有的基本感情，在革命上他也是婊子。慢点，老哥。哎呦！哎呦，慢慢！哎呦，哎呦！你说我是真是惭愧啊，这有门不能出，还得打扰你。嗨，人这辈子不就图个乐吗？赶紧的，车在门口等着呢。对，咱们抓紧上车。好，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您头着走。好。你找我来到底要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给那个姓王的做事呢？是。这事儿没必要隐瞒吧？我也不用隐瞒你，他是重点的查办对象。这个我知道，
也许是冤假错案呢，也许不是他，是你爸爸呢。反正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，到时候他翻脸不认人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好自为之吧，啊，再见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上了这小子的当了，嫂子，我走了，我们这些宝贝可都全得靠你来给我们保护好。这可是五月的命根子，那也是我们这几个姐妹的命根子。哼，放心吧啊，我呀，对你哥对我儿子都没尽到责任心，这次我就豁出去了，我呀好好的照看你这些宝贝，嗯，谢谢嫂子。嫂子，嗯，我想求你件事儿，这封信是我给五月留的啊。兔子这一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，不过等他一好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那臭子的病啊是急不得的，你呀就顺其自然。嫂子，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太绝情了？臭子现在都这样了，我这心里边还总是想着五月。这呀就是戏里面唱的那情字，你眼下呀，就是情字当头。那对了吧，我谈恋爱了，就在星海湖。你小子跟我玩呢？嗯。老邢啊，哎，你这个农场什么时候增加了女孩子的岗位？您别问我邢叔啊，其实他就是饭店的服务员，因为6.6元被强行下放了。我当初用您名义干涉就这事儿，就隔壁的那个啊，成天唠唠叨叨的，那是他妈。放尊重点，以后还得处亲家呢。这可是个大事情，您从头到尾跟我说说。下车。说吧，以前我老想着让你跟臭子在一起，能过个安稳的日子。可我发现我错了。你说这一棒子要能把一个男人给打倒了，这没什么；但要这一棒子要给一个男人给打疯了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最起码说明这个男人心里不踏实。嫂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他这人就是属于那种心理不健康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次把他交给他爹妈手以后，离他远点。啊，嗯，你是不是又跟豆婶你们俩又说什么了？你想多了吧，你臭子能把我怎么样？他能把我吃了？嗯，那可保不准啊，你听我的。妈，成，我听你的。锦囊，大牢里出来我能遇见你，是我梅艳秋这辈子的造化。你好去好回，嫂子在这等你，啊。嗯嗯。停车。老五，咱们改换火车。没看着我，把眼睛闭上。你别看着我。